哥们，福袋参与一下啊！福袋是情，福袋是爱，收下我的情和爱。再带坦克300，有没有大哥喜欢的？为什么你们都不点车来我直播间看人？大哥，你给我扣波人嘛？看车，大哥，你给我扣波车。可是大哥们都没有要看车的，没有要看车的，那你就跟我唠唠嗑嘛，对吧？你说我在这着急忙慌的给你们讲车，你们一台也不看，那光是看我这个人，我照顾不周咋个整？对吧？我对大哥你照顾不周咋个整嘛？你们是来看啥的？看人扣波人，看车给我扣波车啊！进来走不掉了咋办？进来走不掉了，哥哥先点关注啊，上点关注下点赞，咱中间评论那、中间的那个什么评论区咱点点赞呗，行不行？哥们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？我说看人的扣波人，看车的扣波车，为什么你们不回答我？只有一个大哥看人的，剩下的都是看啥的？剩下都是看啥的啊？2400能进吗？哥肯定可以呀、啊、哥哥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大哥你为什么要妄自菲薄自己？哥哥2400那只是什么？那只是大哥你厚积薄发，我相信说您出了我这个直播间，您明天后天大后天能挣他个钱800万，哥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对吧？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啊！就冲着我这句话，我相信大哥总有一天能暴富。看人的，看腿的。没有要看车的吗？没有要看车的吗？哥们，我这么多车子没有一个你们喜欢的吗？可是因为我这些车子啊，好久没有卖掉，给你们看看新到店的好不好？给你们看看新到店的，你们喜欢高性能的啊？你们喜欢智能车机的哥们，沃尔沃 X60 行不行？这台车子哈，银色外观漆，然后棕色的内饰，2.0代替的24款 B5 四驱智逸豪华版，2024年1月份上牌，行驶5000公里，新车报价39万6900，现在跑了5000公里，给大哥报价是268，按揭首付4个，按揭首付4个，沃尔沃 X60，哥们有没有喜欢的？最新到店的啊，最新到店，这两天才刚刚到店的一台，就是来看车的，看车点车哈、啊，哥哥，看车告诉我你们要看什么车子，我才能带着你们立马去看，不然的话不知道你们要看啥。不用加，不用加，吃腻了。这车好开，开过，性能车嘛，哥，主打一个车机智能系统啊，啥都有。有没有买车送主播的活动？我直播间大哥们，这个大哥说的是啊，我这个叫做什么大哥？我这个王叨叨大哥说的是买车能不能送主播，哥哥们，你们哥愿意买车送主播吗？咋个送？叉 C 六零，大哥给大哥报价26.8啊，这台车子268展厅报价，按揭首付4个，新车39万多的，只跑了5000公里，乖乖，这台车子只跑了5000公里，银色外观漆，内饰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内饰给你们看一下，电动座椅记忆，然后智能车机系统，还有什么4门5座5钥匙进入，黑色多功能方向盘，液晶仪表，液晶中控，自动挡把，然后旋钮式的一键启动哈，不是按下去的，12伏的充电口，这个是一个隐藏的配托，这个是一个隐藏的配托，还带到储物盒，棕色真皮座椅，然后5000公里，这个皮座椅的话稍微有点折痕，看大哥能不能接受。头顶的话是一个全景的大天窗啊，空间大，动力强，哥哥喜欢的话26.8可谈可聊，感兴趣大哥怎么联系我？把关注给我点上，右下角四色小风车，哥哥您自己聊聊看，对吧？说1000到10000，我怎么把它夸出花，哥哥们你不如说自己来找我聊聊看，后台给我留个言就行啊，后台给我留个言就行。好吧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外观，那我就勉强参加一下这个活动，支持一下怡宝，买车送主播干，跟我怎么送啊？一人分到一块呗，一人分到一块，那多吓人啊，是不是？把我大卸八块，这台车子给你们整个看一看外观嘛，看看外观，从头看到尾，祝大哥的生意那是顺风又顺水啊！沃尔沃的 X60 268，仅行驶5000公里，24年1月份上牌的，哥哥，仅上牌才几个月，对吧？没几个月，小半年的时间啊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喜欢的话，找我要高清大图。